像很大的到访。我昨天我们那个一个那个记者会已经一周要五次，还动。这周就是今天先放过我们，对，我们可以养精蓄锐，不然身体会跟我们抗议。又来，你又来。许文恩大婚，八对伴娘伴郎团助阵，王家良听到洞房，下喊养精蓄锐。新娘子许文，你愿意嫁给王家良作为你的丈夫，将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，你唯一的真爱吗？不愿意。大声一点。我愿意。再大声一点。我愿意。我在这里正式宣布你们两位成为正式夫妻，掌声跟接下来的掌声跟热心。王家良先生，你现在可以拥吻你的妻子了。Please be surprised。2021年3月，许文恩认爱王家良，选在同年11月11号生日当天完成结婚登记。时隔一年，小两口的婚宴同样办在11月11号11:11准时开始，让光棍节都浪漫起来了。在爸爸将韦恩带到了家良面前，要邀请家良，我们看着眼前的岳父大人，先给岳父大人一个深深的鞠躬礼。爸爸，谢谢你，一鞠躬。韦恩，认识你之前，我其实并不知道缘分是一件这么浪漫的事情。拥有你让我了解，爱可以让一个人蜕变。你的温柔改变了我刚毅的个性，你的勇敢也改变了我做事的态度。最重要是你的笑容，也融化我像牛一般的脾气。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共度的772天，未来我们要很长的日子要一起度过，我会一直牵着你，陪着你，护着你，直到我们的人生旅途结束。谢谢你愿意陪着我度过接下来的下半辈子，接下来只要有你的地方，那里就是我的家。我爱你，老婆。他们好像我真的也一直流，就是忍不住一直在流眼泪。我有预期到，但是我没想到我彩排的时候我就泪崩。那家良就是结婚之后会让老婆管财政吗？是他的艺人，其实我的钱都是在，对。对，基本上都是我在管钱，没有错。对，那比较很大的到访。我昨天我们那个一个那个记者会已经一周要五次，还动。这周就是今天先放过我们，对，我们先养精蓄锐，不然身体会跟我们抗议。又来，你又来。王家良和许文恩找来八对伴娘伴郎，大多啊都是全明星运动会的战友以及圈外好友。阿飞文传那传的周雨天和席维伦，这回刚好被配在同一组出场，就连捧花也这么刚好。1、2、3，这是我跟文恩身边最帅最美的朋友，资源都已经拱出来，如果有对到眼，就等等就接着用。没关系，是韦恩姐安排的啦。对对对，可能我们身高比较近吧。我们是红队 family。